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，许文琪两局不敌水晶爱美，止步32强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视平后，水晶爱美率先拉开比分差距，以11-7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水晶爱美更是打出了一波10-2，也是1-9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双方同样视平后，水晶爱美再次获得主动，以11-9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水晶爱美再次打出了一波10-2，也是1-11拿下比赛。